喵啥小啦？主播没抽到贝塔，没有哎、欸，那个是要去登记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他随机抽的？不用登记登录就会看到。我没有。野火涨价了。正常来说，这种有亮度的枪基本上都一定会涨啊。我在想，这个可能也有涨价，这个黄金的应该也都会涨价，都会比较亮一点的。可是女皇这种我不知道会不会，虽然说这也是吃亮度，可是感觉不够亮。应该是基本上 skin 都会涨价啦，应该是基本上 skin 都会涨价，因为他就说了嘛，画质会变得比较好嘛。Strike is known for its visceral and satisfying gunplay.Now firing a weapon looks pretty simple. You click your mouse, your character shoots, your target takes damage. 它整个地图变亮啦、啊。它可是很奇怪欸。这样有差这么多、哦，这样。它不知道是弄了些什么变得那么亮。Experience was seamless, but sometimes those milliseconds between click and tick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nding or missing your shot.That's why with Counter-Strike 2, we're introducing sub-tick updates. Now the tick rate no longer matters for moving and shooting, so the server will know the exact moment you fired your shot, jumped your jump, or peeked your peek. And the server will calculate your precise actions between ticks. So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Buff 是不是卡了？现在已经很多人在买，而且它下面多了这个，蛮可爱的。而且你看哦，他现在电到，他现在电到会跟那个被雷打到一样，全身都有电。滋，可是，看我其实觉得这样比起来没什么差、啊，感觉更塑胶感。为什么？你不觉得这样看起来其实没有变得比较那个吗？感觉更塑胶感，光看这个车子就知道了，这个车子变得更塑胶、欸、反而没有比较真的感觉，很像免费动物园。怎么讲？它有些地方我觉得还好，有些地方确实是蛮真的，例如说这个，你看它这个铁板反光有没有？这个就感觉好像有升级，可是你看这个。炸弹包哈，你看这个桶子，反而旧的好像比较好看一点，新的好像变成塑胶，旧的好像是铁的、金属的。它反而有些地方做的很，有些地方好像有升级，有些地方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怪怪的。你看这个也是，它地板反光，这个就不会。这种不是它原本引擎就做得到的东西吗？还是就是升级才能做成这样？这个我不太懂，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听起来很酷，对吧？有没有？你看这个管子这里用过来变得很塑胶。就很奇怪，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就是一些小地方变得没那么精致，有没有？可能还是想要以不要吃太多效能为主吧，我在想。毕竟他如果大改有变那个画质有变好的话，那他当然他确实是要舍弃一点东西，不然以现在他可能以前大家一台那种。一台普通的电脑就可以玩了，他搞不好等下改完变成说哦不行，你现在可能要用最新比较新一点的两三年内的那个 CPU 才跑得动，那这样他也是苦恼，他可能反而用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才不会那么那个吃效能，结果到时候大家画质都调低，还有一个地方，他基本上你可以发现他地图全部变亮了。你看它本兽这么暗，它地图基本上全部变亮。我不确定为什么它把地图就是改得很好像很刺眼的感觉。有没有？它地图整个都变亮了。有没有？你看以前这样，现在变这样，就变得很亮。我不确定是到时候游戏画面看起来怎么样，因为我没有抽到。反正现在在测试啊，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好。您的物品库焕然一新，你常年收集的物品不仅能全速保留，还能接受 Source 2的照明和材质系统，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枪枪会变得很亮，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的 skin。With over 20 years of history, maps are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Counter-Strike。有没有？这更之前的 Inferno 长这样。这 CSS 吧。And in Counter-Strike 2, maps are getting a new look. But don't worry,
you can still bring along your countless hours honing strategies and exploiting every corner and crevice. We took three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maps while retaining their rich legacy. First, there are touch. 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CS 共鸣就是 Mirage 当那个主要的图，靠北亚他们做 Mirage， Mirage 是怎样偷想要大改啊？他引分，有啦，有 Mirage， 可是他试错画面比较少，他网站竟然没有 Mirage， 他竟然是用什么 Overpass 之类的。These are maps that use new sources. 反而应该用 Mirage 在网站上面。Rendering system that produces realistic materials, lighting, and reflections. 这水变得好清澈哦。And finally, overhauls. 净水器。The oldest maps have been fully rebuilt from the ground up, leveraging all of the Source 2 tools and rendering features. These tools will be available for community map makers to make it easier to build, experiment, and iterate.With upgrades to lighting, player read, and materials in Counter-Strike 2, 这个不知道不会很吃效呢。他改成这个，这样会变成说吃 CPU 还是吃显卡？他现在烟有两种玩法了，烟是拿来灭火，跟他妈的嘞，队友帮你丢一颗炸过来之后，你可以直接干。又有新的配合了，队友帮你把丢一颗炸把烟炸开，然后就可以直接穿。好戏是放效能继续开最低，他那个火也有变，那火炸开的那个也有变。In a Counter-Strike match, information can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or failure. As a result, smoke grenades have become a cornerstone of team tactics. With Counter-Strike 2's new game engine, we've evolved. 这样看起来，基本上丢弹的点应该是不太会变，丢弹的那个瞄点应该是不太会变。Smokes and made them.只是它烟雾扩散的那个变得很怎么讲，很酷啊 ！3D objects that live in the world. Now, not only do all players see the same smoke regardless of position, 可以开中文字幕。Smoke can inter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esting ways. 我不是听不懂英文。Bros to fill spaces naturally. The shape of the smoke cloud can be pushed and carved by bullets and grenades.阿翔有受到测试吗？没有。他现在子弹也会灌，不知道闪光弹跟那个铀弹会不会？以后搞不好可以丢一颗铀弹在烟里面，然后等他爆的时候偷看一眼。因为铀弹也是会炸开的嘛。他 AK 变得很奇怪，他那个枪声怪怪的。枪声又变得比较低沉，好像不太像 AK 的声音了。这个很靠腰，这很像在喷小。他说这个血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了，可是这个打竞技就没什么用。这火也太亮了吧，靠腰，感觉眼睛会瞎掉啊。自然扩散。充满空间，那不就代表说，假如我在这里丢一颗烟，它整条都烟，对不对？以他这个讲法，这样在烟里面先开枪的人很吃亏啊！谁在烟里面开枪，谁傻逼了，真的。以后大家可能不会买两颗伞，以后大家可能都会配一颗炸弹，有烟的时候就配一颗炸弹，丢一颗把那个烟这样轰先炸开，看一眼，架把狙有没有？狙击手先架着烟。你丢一颗炸把烟炸散一点，他直接偷一个人，然后直接跑。这是为了防灌烟吗？也没有吧，就可能多一种玩法吧。说了那么多啊，为什么你没拿住他枪比其实大台吗？我不知道哎、欸，他不知道他那个不知道是怎么抽的。好歹我们也是游戏时间多少了？我看一下，我也玩了4297个小时了，给一点尊重吧。